据媒体报道，日前向超模女友奚梦瑶求婚成功的赌王私房公子何猷君近日被翻旧账。近日网上广传两人拍摄节目在澳门文物建筑恋爱巷的墙壁上涂鸦示爱，小明你觉得咱俩有可能在一起吗的片段，并有指涂鸦行为可能触犯法律。何猷君在网上发文道歉，称拍摄时没思考太多，看到墙上已经有很多其他的留字就跟着写上去，没有谨慎思考并决定做出不正确的行为是本人的错误，并说会承担责任及配合调查。非凡娱乐实时报道。